陈凯歌和陈红是娱乐圈数一数二的模范夫妻，两人不仅是生活中的爱人，更是事业上的好拍档。一个导演，一个制片，不为合拍，娱乐圈最佳夫妻档当仁不让。作为内地数一数二的大导演，陈凯歌的私生活一直被影迷和大众津津乐道，其两个儿子也成为媒体一探究竟的对象。近日，某知名博主曝光了一组陈凯歌大儿子陈宇昂的照片。16岁的陈宇昂已经长成大人模样，身材高大挺拔，现在正在英国留学。据悉，陈凯歌夫妇育有两个儿子，16岁的陈宇昂和13岁的陈飞宇。小儿子陈飞宇曾在《赵氏孤儿》中客串演出，而大儿子陈宇昂却很少露面。陈宇昂之前就读于北京的贵族学校哈罗英国，今年学费超过100万，现在到英国留学。